今天是除夕夜，可是一直在下雨。快要过年了，但是大家的心情都不好。为了哥哥坚持要买新摩托车的事，爸爸妈妈和哥哥又吵架了。家里这辆摩托车不可以用吗？还不懂得赚钱就要乱花钱。哎呀，现在行情不是很好，能用就先用着旧的吧。那辆老爷摩托车整天都坏，你自己用，我才不要。都是你，斯姆多拜尔。明明是新年，为什么大家都不开心呢？猫咪，你可以告诉我，我们怎样才可以一家人开开心心过年呢？爸爸妈妈，你们看，走，快来看啊！哎呀，下这么大雨，四位老先生，请赶快进来我们家避一避雨吧。太太，谢谢您的好意，但是我们有个规矩，就是我们四个人当中就只能一个人进去，你们要请谁呀？我是财富，我是成功，我是平安。大家都叫我和谐，当然是请财富，我们一家人就可以过好日子了。不不，请成功，我要成功，我要家人以我为荣。等一下，我觉得平安最重要，请平安，请财富，请成功，请财富，请成功，财富。和谐是什么？为什么你们都不请和谐进来呢？对，你说的对，为什么我们都不请和谐进来呢？新年要来了，一家人应该和和气气才对，我们就请和谐老人进来吧。咦，你们不是说只能一个人进来吗？怎么全都进来了？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规矩，就是只要和谐进来，平安、成功、财富都得通通跟着进来。我现在知道了，要让我们一家人开开心心，就是要和谐。